今天在昆頓旁邊的有 Fable 啊 ，Hello， Hello， 大家好啊，兩位好啊，因為你們最近就派了歌啦，咁所以就揾你哋傾下偈，傾下近況啦，因為都好似即係你哋派歌派得比較慢啊。即係都要一輪先啊！你哋又有歌出啦，但係嗰個中間等待期咧，就等得較為耐嘅。其實我都好想快。係啊，即係自己都有啲心急嘅，其實。其實就係心急到之前撲親，因為嗰陣嗰個時間係覺得好多嘢想快，咁就跟住好多嘢唔小心咯，自己。咁跟住就即係睇啲報道都話，你喺休息期間就。調整了自己的心態，知道其實應該要放慢翻落嚟啦。係啊，即係覺得咦，我咁講做咩？即係你講，你係咪做得好呢？我係想大家啲事做得好啲。咁而家即係問翻傷勢先啦，係咪好翻曬㗎啦？嗰種冇嘅，你見唔見到？近睇都仲近睇少少咯。誒呢度有，其實佢嘴之前腫咗，一撲親嗰陣咧係腫咗，我講唔到嘢。我想打電話俾佢，我嗰晚約咗去剪頭髮，然之後我想打俾佢同佢講，我都講唔到，我就 send 咗張相俾佢。好不負責任 ，send 完張相俾我之後，冇解釋，又冇解釋，我係煩佢唔應我。你而家都係覺得我不負責任嘅。心諗算啦，唔煩你啦。因為我等你搞掂先啦，因為我知道都大發現自己。但我好驚喎，第一收張脱相，但係冇解釋嘅喎。係啊，我擔其實我擔心嘅，不過即係最後黃嗰晚佢有朋友同我講翻，佢穩定唔使留院，咁我都知道 OK， 咁佢之後 get 都冇人，費事煩。係冇關心過我嘅，盡量唔想阻擾你啫，煩住你啫。但隻手嗰啲都 OK 噶啦嘛。隻手之前就右手手腕就骨裂，跟住呢只咧就手踭骨裂，咁跟住變咗兩隻手都好唔方便噶嘛，咁係咯，拎唔到嘢。哎呀，弊啦，真係啊，又嚟啦，催淚啊！好冷靜，我唔想每次嚟都搞喊你，即上次同佢傾偈，我又係搞喊佢嘅，死啦！講大啲嘢。喂，咁今次聽到新歌《安多芬》啦，其實好係 Jimmy 一貫做開嘅嘢嚟嘅，係一聽都係 Fable 嘅嘢嚟嘅。我成日都話，我即係成日都同朋友講 Fable 好聽，我中意佢哋啲曲式，但係咧亦都好緊要就係要 carry 到 Jimmy 嘅。曲咧其實唔容易嘅，係真係需要一把好有 character 嘅聲嘅，所以 Lulu 係得嘅。咁今次呢首《安多芬》其實個創作係點出嚟嘅咧？其實喺因為其實以往好多歌都係用一個想去做某啲風格融合廣東歌依個方向去做一首歌出嚟，即係個試驗品啦。咁今次反而就冇特登。俾一個 target 佢自己想去做啲咩類型嘅歌，咁其實作呢首歌嘅時間都係好開心或者好想，就好想去做音樂，好憧憬去做音樂嘅時間去做呢首歌。咁可能做音樂嘅呢段期間，好隨意去將擺翻之前一兩年聽過嘅電子歌，唔同種類電子歌咁mix 埋一齊，然後就好隨意咁做咗一首作品出嚟。咁但係其實呢首作品你講就好易喎。其實真係因為呢個係電子教父嚟嘅，佢係經過十年嚟嘅歷練去作曲啊，咁所以咧，我想唔係咁所以咧，呢個標題嚟，上次個 show 嚟咯，上次個 show 嚟。咁即係佢係用咗好多時間，花好多時間去鍛鍊佢嘅 technique 啊，去聽好多新歌。咁到咗而家呢個時刻，佢其實每一次編曲佢都好隨心所欲，我覺得。在電子方面就是的，但其實還有很多範疇的東西都有待研究到學習啦。但這首歌其實他是不贊得，他不喜歡人贊他。哎呀，怎麼呢？對了，這首歌其實做完之後我已經很快有個標題就叫安多芬，因為這首歌其實做完之後我聽完我覺得其實是挺迷幻的，也都我會覺得是跟腦裡面一些很多好抽象嘅畫面或者一啲化學元素嗰啲，即係安多芬。其實呢個名字其實係嚟自一個腦內嘅分泌物啦，就係喺你做運動啊、你食啲甜嘢啊或者食辣嘢都有呢種安多芬可以分泌出嚟嘅，令到自己就開心啲嘅。係啊，或者我而家好需要。
聽到這首歌，或者自己唱一首歌。那其實這首歌就是說我們很多時候去追求安多芬這件事，我們有時候是認識了一些覺得、令人很開心的人，然後但是我愛上了他、但其實他可能有另一半的，他是一個不應該愛的人、但是我就是沉迷了一個這樣的安多芬狀態裡面。所以這首歌是說很想、你當然有一個很上癮的地方，很想去有一個安多芬的享樂享受，但是其實每一個人知道自己上癮做的一些不應該做的事都是要離開。沒錯，我是個替身，有沒有更高低等，不管雙手去奔，聲傷中寄生，接受欲望淪陷，我是個細胞，對皇帝還安穩的院長。今次首歌要去用一個探討情慾的主題啦，我當是、其實有沒有想過啊？這個題目 會太過大膽呢？其實還是在你身上是對數的呢？其實不算太大膽，因為其實歌詞其實沒有說，都不是說很露骨的，沒有說除衣服、在那個意念上面、即是拿了、愛情或者拿了慾念、慾望這件事 去比喻，其實不僅止即不僅止愛情前面會上癮，很多東西都會上癮，即是一個比喻法，即是其中一點。所以我投入的時候，投入這首歌，我不是即做過人第三者，我沒試過，但是我會投入每個人都有上癮的時候、即是有一些你很沉迷那個境界的東西，但是你自己要懂得怎樣去 quit。 還有這個 case 最多人即肯定每一個人都要共鳴，是最易令人接受或者投入到歌的內容。因為那時跟作詞人說我想做一首歌叫安多芬，但是、可以用一些比較容易有共鳴的例子，所以他就寫了現在這個版本的歌詞。那今次聽到安多芬這首歌，你第一個感覺是什麼？即是 你有沒有告訴他我其實是什麼？未聽詞，我聽到 demo 我已經說這首歌很棒，你怎麼作假即是我聽、即是就這樣聽過音樂底已經覺得是很吸引，就已經有畫面在想自己怎樣 project 你的聲音下去。是的，都其實我很想有些位置可以給個底我自己自由創作、不過大師有自己一套的風格。我們試過的，我們試過的，有些怨言吧，我們試過的，我們試過的。因為通常、外國很多組合都是或者 band 都是整班人一起作一首歌樣嘢，咁其實我哋兩個都可以，不過要可能花啲時間喺呢個地方要去鬥呢樣嘢出嚟。其實將來會有多啲呢個機會咧，因為佢以前會比較中意自己一個去自己一間房度自己搞掂曬，而家佢 open 咗咯。係，因為識多咗身邊唔同嘅音樂朋友，睇到大家做音樂未必一定需要自己搞啲麥當房，係有時一齊傾都 OK 嘅。但係即係我自己嘅性格，有時覺得咁樣會阻慢咗成件事，或者會令到成件事多咗雜質，係咁樣，所以就之前唔係好接受，即係覺得唔係好舒服嘅。但係而家越嚟越舒服。通常天才都係咁，唔係好多藝術家都係中意自己收埋自己做嘢噶嘛，係仲要半夜先開工噶嘛。我唔否認，我唔否認。係啦，但係而家就 open mind 啲啦，可以同人分享多啲。咁啊，試下合作多啲噶咯，我真係要。可以啊，之後會有嘅。其實我哋每一次去表演嘅時候咧，我哋 rehearsal 咧，都會有啲時間咧係俾後面啲工作人員 set 聲嘅。咁嗰啲時間就係我哋無啦啦，佢喺度彈琴，我就喺度自己亂哼啲歌詞嘅時候。有冇試過咁樣哼到啲嘢出嚟係用到噶？冇 record 定係會唔記得咗噶？喂，咁你下次應該開定電話錄低佢啦，下次再試翻。係咯，應該要，應該要。不要浪費了這些即撞出來的火花才行。是的，下次但每一次這樣就是工作人員在看我們這樣表演即下次要看你表演的時候呢要再做一點來 rehearsal 是的，看你成功的時候好，今天、安多芬這首歌先講到這裡，我們下一部分回來再跟你聊個天。好。